运动十分钟，生活变轻松。大家好，我是 Nate 老师。今天我们用椅子来教你怎么做下半身的拉伸跟伸展。好，做好重心姿势，右脚抬起来，左手伸起来，先做热身踏步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老师要提醒大家，在家做运动的朋友，要找一个室内通风的空间，还有找一个坚固的椅子，这样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呢，才不会发生危险。运动的时候要把声音数出来，像老师这样，七、八、九，这样才不会憋气哦。好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这时候把你的右脚伸出来，右手伸起来，吸一口气之后吐气，摸脚尖。 OK， 摸脚尖。如果你摸不到脚尖的话呢，你可以摸你的小腿也没关系，记得这只脚要打直，不要这样弯弯的，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效果。放下来之后摸住脚尖。好，这时候请你不要憋气，慢慢的数十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。如果你觉得还行，就把身体再往前推一点，你就会觉得你的后大腿这个地方会有很紧的感觉，那就是拉对地方咯。好，加油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这时候十秒之后拿起来，换另外一只手啊，脚不变。好，来吸气吐气，摸脚尖，对脚边的啊。 OK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记得要数声音出来，不憋气。另外一手要记得扶住椅子，这样你身体才不会往前倾，才不会发生危险。加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起来之后脚还是没有变，双手合在一起，吸气吐气，摸脚尖。双手一起，记得脚还是伸直的 ，OK。好，摸住之后，来眼睛看前面，一样数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这时候起来，才把脚收回来，换另外一只脚。好，同一只手留着，另外一手请你扶住椅子，一样吸一口气，吐气摸脚尖。好，记得脚要伸直。好，摸住之后一样数十秒钟，一，这只手扶椅子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起来之后换另外一只手。好，吸一口气吐气摸脚尖。好，摸住之后停住，才开始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起来之后双手一起。好，来吸一口气吐气摸脚尖。好，一样每一个动作都量力而为就好了齁，所以不用做得太好像要做得很延伸这样子，让你的后大腿有拉紧，脚伸直就可以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起来，起来之后放下来。好，这时候把椅子坐侧面来，坐到侧面来之后，一只手叉腰，另外一手扶住椅子，把脚往后伸直。好，尽量伸直，因为有椅子的帮助，所以不用担心 ，OK。好，手叉腰，眼睛看向膝盖的方向，背打直，一样数十秒钟，这只脚尽量伸直。OK， 如果你伸回来的话，用处就没有这么大了，效果没有这么好，
所以把脚伸直，尽量伸直没关系，手叉腰。好，一样十秒钟，一、二。我们这个运动是做到放松跟伸展，所以你动作不要做得太快，数声也不要数太快，慢慢数。你慢慢数的时候，声音可以帮助你的肌肉，也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。好，最后五秒咯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把脚收回来，收回来之后用你的手扣住你的脚踝，可是如果扣不住脚踝，你也可以勾这个地方，鞋子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钩子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勾这个地方，可以的人就勾住脚踝。好，往后拉直。好，一样数十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个手可以自己往后拉一点，那你这个地方就越有感觉。OK， 加油！最后五秒钟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放下来之后坐稳了，才换到另外一边。好，坐好之后呢，手扶椅子，另外手叉腰，把脚往后伸到最直，尽量伸直，所以不用担心。OK。好，来准备，数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尤其在做伸展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不要忽快忽慢，保持一定的频率，保持一定的频率，让肌肉可以慢慢的放松进去。OK， 最后五秒咯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好，回来之后拉住你的脚踝，一样拉不到脚踝的可以拉鞋子后面那个小袋子。 OK， 好，往后拉，背打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好，放下来之后踩稳了才转过来。好，椅子坐前面一点，这时候请你双手抱住你的大腿，膝盖靠近胸口，挺胸。好，抱紧，靠近胸口，来，一样背打直，数十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放下来，换另外一只脚。好，抱住之后抱紧，背打直，一样数十秒钟，记得慢慢数，不要急，我们再放松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放下来之后椅子坐前面一点，双脚打开，尽量打开一点，然后手伸直，吸一口气之后吐气，可以的话就去摸你的地板。好，摸不到也没有关系，量力而为就好了，记得脚打开一些才不会怎么样往前倒。记得这个动作屁股不能离开椅子哦。来，准备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摸地板。好，摸到地板之后一样眼睛看前面，顶住十秒钟，一、二，很好，加油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起来之后双手打开，两只脚合在一起。好，吸一口气之后抱紧你的大腿，抱紧，抱得越紧越好。 OK， 好，但是因为每个人柔软度不同，所以抱到你可以抱再抱不住的感觉就可以了。 OK， 来，抱紧，抱好之后数十秒钟，一，很好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双手打开。好，做好中心姿势。好，来做深呼吸，吸气，
好，吐气。很好，来第二次，吸气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来吸气，吐气。哇，你做得很棒，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今天的下肢伸展的运动就做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